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苏利扬两局不敌李子嘉，首局开局李子嘉先打了一波8-4，后以11-8进入半场。半场后苏利扬一度以19-17领先，但李子嘉直接打了一波4-0，以21-19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李子嘉打了一波6-1领先，后以11-5进入半场。半场后李子嘉更是打了一波10-7，以21-12拿下比赛。